一间成功的企业必须要有前瞻视野，走在市场的最前面，预示社会大众的未来所需。恒基地产致力将可持续发展设计、尖端科技和创意思维结合在商业及住宅项目当中，亦同一班顶尖的设计及建筑大师、科技和项目策划等专才合作，打造世界级的发展项目。就好似集团近年的项目，包括尖沙咀先进智能项目 H Center、北角电器道甲级商厦港汇东，以及正在兴建由国际著名建筑师事务所沙克哈迪阿迪提设计的中华美利道项目，他们都分别加入了不同的科技元素和可持续发展设计。这些项目亦都先后赢得多个本地和国际建筑大奖。除了香港之外，集团在内地推出星联 Winner 品牌，致力推行共享作乐概念，当中包括星环国际商业中心、星阳西岸中心以及星汉广场。发展业务的同时，集团亦积极为社会作出长远的承担。恒基地产是全港首个参与社会房屋共享计划的地产发展商，至今已经支持了九个项目。去年再向政府借出一幅位于锦田江夏围的土地，以供兴建1998个组合屋单位，成为香港最大的社会房屋项目。除此之外，集团亦都在2018年提供了一个位于深水埗的重建地盘作为过渡性房屋，亦即是全港首个组合社会房屋项目南昌220，89个家庭陆续在今年8月入住。同时，集团亦都有参与政府推动的青年共享空间计划，以及企业内地与海外暑期实习计划，以支持青年的发展。未来恒基地产将会继续推动创新与创意，精心策划以科技结合建筑美学的绿色智能建筑，为大众建造未来的智慧城市。